This world, it's so unkind. One day you're king, the next you're crucified. What good is true without love? What good are we if just flesh and blood? This world. 我最近养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就是我最近蛮早起的。我最近每天都大概七八点的时候就醒来。哇，七点是少数，就是八点的时候我就起来。我知道这个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成就。我跟你说，我前两个礼拜真的是补眠补到超级彻底的，就是我这次从美国回来的时差大概调了两个礼拜吧，就是我用周末疯狂的睡觉。我有一个周末我大概睡了，就加加减减可能有17个小时吧。我今天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来打扫我的家里，因为我地板真的很多的灰尘。大家感受到我的鼻敏感要出现了吗？忍住。最近几年其实我有一个很常被问的问题，那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你看你们之后有什么打算啊？你们之后如果住到一起了，那你现在工作怎么办？你要离职吗？怎么什么的。那当然今天不是关于我啦，但是的确很多人这样子问，那我也会好好的思考说，我到底就是对于我之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规划。例如说我是不是要找新的工作啦，还是我决定做一个 freelance， 那我就是要帮自己做一点 personal branding 嘛，或者是我想要开始一个 small business， 这些都是不同的 possibilities。 但像我完全不会写 code， 然后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资源，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考虑我们今天的 sponsor， 叫做 Odoo。Odoo 是一个在比利时自家开发的一个 ERP software， 那它里面就是提供了一系列的企业管理 app。 今天想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超级方便，即使你完全不会 coding 也可以很轻松上手的 website builder。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选择，在注册之后只要几个简单的步骤去选择你想要的网站类型，就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个人网站或是电商。像是我今天可能想要整合我所有在网络上面的 presence， 不管是 YouTube 啦、 Instagram 啦或是 podcast， 那这个之后我就可以选择譬如说一个 blog， 然后再选择目的啊，想要呈现的内容等等。然后大家可以用右边的这个工具列，它上面会有很多不同可以调整的地方，包含可能颜色啊、设计啊，然后还有动画想移动的方向等等。那如果大家是想要尝试自己创立一个电商的话，其实它也是几个步骤就可以建好然后 activate， 所以它是可以让很多小的品牌在进入市场的门槛大幅的降低。但如果你之后需要更多的服务，你也可以随时再做 upgrade。 另外他们的网站也设计成直接在手机观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会把 Odoo 的连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那一开始的创立都是完全免费的，像我们现在处在这个 online 的世界，其实不管是 business 或是 personal branding， 网络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大家如果想要尝试可能做做看自己的一个 side project 或是做一个 personal portfolio 的话，都可以参考看看。
最近喝完的那个 capsule， 打算拿回去回收。Yeah. When the winter is bitter and cold, and the spring is yet to unfold, 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and your love remain. Summer sun is beating the ground, autumn's breeze nowhere to be found. 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and your love remain.May your love remain. May your love remain. May your heart be strong and your love.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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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逛了一下街，然后呢，来快速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战利品。我今天本来想要突破一下我的 comfort zone， 然后去找找有没有那种夏天穿了可以很飘逸的那种长洋装，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mission failed。我其他的 mission 可没有 fail， 好不好？所以我先去 Nespresso 回收了那个胶囊嘛，然后呢，我又另外买了五条的 capsule。我跟你说啊，我好久没有用我的那个 cappuccino machine 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练习我的拉花了，因为我平常喝都会加牛奶，所以买了这几条都是比较适合配牛奶的。眼睛好累，还要给我喊妹来个。How about accessories？ 我今天进去的时候，店员还认得我说，对，你上次有来试过那个戒指，但是我上次试完之后，他现场都没有现货，所以我就放弃了。然后我今天不是说我想买银色的那个首饰吗？我买了一个这个。然后另外我也买了一条项链，然后一样是银色的，因为我最近你知道 into silver， 然后它就是一条项链，然后它是这个，看到吗？爱心的部分，首饰买完了，然后但这个也是我之前一直很想试的一个品牌，是 Maison Margiela 的他们的香水线叫做 Replica， 刚好家里的扩香用完了，五个货。我买的也是他们家一个很热门的味道，叫做 Matcha Meditation。其实我纠结了一下，我想买扩香还是买蜡烛。后来想说，我最近已经补了很多蜡烛了，然后加上它的这个扩香瓶真的蛮有质感的，所以我就临阵倒戈，我就买了那个扩香。这个味道非常的香如其名 ，Matcha 的味道。然后因为我想要放在睡房嘛，所以这个其实是柜姐她推荐的，说这个味道比较就是令人放松一点。所以呀，再来我想要开箱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是 Sony 寄给我的一个麦克风，是不是？这么高级。
OK， 它有一个说明书。谢谢 Sony， 我再研究一下它要怎么用。今天在家剪了一整天的片，现在打算出门去买个日用品。因为我本来想说今天要不要去看个电影，但无奈最近没有什么电影我有兴趣的。逛一逛，就一出门我就后悔了。哇，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胖？等一下换个裤子。我出门大概十分钟我就想回家了，然后但我还是在商场里面晃了大概15分钟。这是我的下午茶。知道原来旁边有就是卖这种休息的店，每次回家的时间都不太对，它都已经关门了。我刚走过去的时候，雨丹。见真章的时候到了，但它比我想象中还要稀。我本来想着它会是那种就是勾勾的，然后稠稠的。